电讯提示下约好了要和 Tony 见面，现在才10点，他决定洗个澡，忘了另一个月。终于到了下午1点，宝贝他头上刚买的新提示，想着要如何吊他胃口，等我2个小时 Tony 还不出现。Barbie 有点傻眼，傻眼。Barbie 生病第一次带别人晃点。等了半个小时。